好多謝大家今天又撳入嚟睇我嘅片。其實我的心情是有點複雜的，話曬我拍 YouTube 都拍了 over 十年。我的十年後的今日，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我的 honeymoon trip。But before we leave the town, can we?啱啱七月就完成我人生第一次的動物月啦，非常之開心愉快。咁梗係陸續有嚟啦，係啊，honeymoon 呢一次噶咋，同埋解鎖咗我人生嘅超多嘢啦。我三十歲人終於識游水啦！我是不會吝惜 share 我的行程給大家看，大家如果有機會到到你們 honeymoon 的時候，真的很值得照著我這個 plan 去一次這個旅行。唉，我在義大回來真的黑了很多啊，回到幾年前那扮鬼妹歐美風的我，所以呢我就要跟大家推介以後來這個產品。多謝 ULIKE 找我跟大家介紹他們這一部超光炮，太酷了。我成屋冇一部機係可以好似佢咁噶。最近咧都因為 ULIKE 揾我合作嘅關係，自己都真係試多咗好多呢啲美容嘅儀器。對上一次幫佢哋講嘅脫毛機啦，我啲手毛認真脫得七七八八啦，真係 work 嘅。另外嗰個 LED 面罩咧，我都係有 keep 住照。科技進步得咁快，美容嚟講咧，除咗搽護膚品之外咧，都真係好多屋企用嘅機係可以幫到我哋。電話都一路喺度 update 緊個 iOS 啦，咁我哋個護膚步驟又點可以唔 upgrade 下咧？喺我深入介绍产品的资料之前，很多人都一定会问其实有没有用的。有用呢是就一定有用了，因为实在有太多研究讲光对皮肤是真的有很大的帮助的。重点就是你买了回来你勤不勤力用的。以前那个年代呢都真的要美容院级的机才可以做到光疗的效果，只要你勤力一点两个礼拜已经可以开始见到效果的了。ULIKE 寄这部东西给我真的太合适了，它主要可以去黄乱白、淡纹、淡斑、痘印和去红血。上集都有提到 Michael Hamblin， 他是光疗之父，整了这个超长光波科技射到入真皮层。我也有专登上网了解一下光疗之父到底是谁来的。他是专研究神经的，也写了很多论文和书籍去解释光疗是怎样刺激生物组织，促进细胞的功能和做到一个修复的作用。书里面都介绍了很多临床的研究和一些新的发展，可以帮助伤口愈合和神经再生。那他怎样做到美白和淡斑呢？因为他有一个叫做黑金DPL 超光子 NIR 白金的牛奶光，所以买了回来的朋友就可以看这条片学下一个详细的教学了。用之前就一定要洗了面先的，那就在不搽任何护肤品块面干净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开始打的了。主要就有三个模牛奶肌、修护和亮肤。如果你好像我这样这个时候特别需要美白，用第一个模牛奶肌全面环绕一周三至五分钟，然后就可以转去亮肤这个模式。重点盯住啲色斑，逐下逐下打。仲有啲陈年色素沉淀嘅疤痕啊，或者好耐都退唔到嘅痘印咧，佢都做到。淡斑模式咧，亦都系用三分钟就可以噶啦。如果你连续三日用咧，最好要休息一日，同埋用完咧，第二日一定要搽足防晒，保护翻个皮肤。我唔系好介意黑嘅，但系我依家去到呢个年纪咧，比较惊啲黑色素沉淀，皮肤会好容易老化。呢部机咧系可以重点打就啲黑色素噶，自己喺屋企都。另外修护呢个毛咧有
咗佢平時喺屋企看門口咧都好正啦。我成日擠啲黑頭粉刺咧，會擠到啲皮膚好刺激紅曬啦。咁我會即刻開修護呢個毛咧，打完咧你會見到佢個紅退得超快，暴曬完啲皮膚好興好紅咧，你都可以用呢一個毛經典嘅藍寶石冰護表皮科技。佢用起上嚟嘅時候有一種涼浸浸嘅感覺，呢個係出光劑啦。如果你打嘅時候唔想每一次都撳一次打一次咧，你可以長按佢，咁佢就會識自己發光噶啦，好容易就操控到。呢個頭咧都係有6 cm² 嘅出光位嘅，30秒就可以打曬全面。既然你都買咗部機翻嚟，就梗係唔好淨係用喺塊面度啦。其實佢係全身都可以用嘅，例如好似我咁，成身都有好多嗰啲蚊爛印啊，有時俾啲狗搲完又會有幾條暗咗。只要用咗佢咧，個印都會快走啲，膚色都會均勻啲。打完3個模式之後咧，就可以直接跳到去護膚啦。我第一步咧就會先敷咗個 mask， 等啲保濕精華吸收下先，跟住就直接搽翻平時嘅 skin care 就可以噶啦。國際嘅 SGS 報告亦都顯示，堅持用14日啦，你嘅色斑、膚色、皮膚嘅光澤度、粗糙度，仲有細紋，佢真係有改善。因為我喺意大利真係曬黑咗好多，咁我翻嚟之後真係好勤力，猛喺度用啦。咁我見到我塊面咧真係明顯已經白淨咗好多，用咗超光泡已經係2個禮拜有多啦，好明顯，我覺得我已經係白淨咗啦，成個面色咧係提亮咗。因為我啱啱喺意大利翻嚟嘅時候咧，係個個見到我都話：哇，你真係黑咗好多！都真係全靠佢先可以加快咗我美白嘅過程。另外比較明顯嘅咧就係皮膚嘅細緻度啦，啲毛孔咧真係冇咁明顯咗，同埋咧啲皮膚一紅嘅時候咧，即刻要用 redness 呢個毛落佢去紅都真係好快。最後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用我嘅 promo code You Like Jen 就可以即刻咁800蚊啦。另外咧仲有一個買一送六嘅優惠，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睇下啦。我哋去意大利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哋今次影 pre-wedding 要带好多条裙，所以我哋好多个 gear Uber 叫咗 XL 都摆唔晒。而我哋喺米兰机场落机之后咧，仲要揸1.5个小时嘅车程去 Lecomo， 途中仲要接埋 Jean。当我哋喺机场租完架车，搬晒啲行李上车之后，先发现根本就装唔到 Jean 嘅行李。几经辛苦地换咗架车之后，任务终于完成咗。真系真心觉得我为咗爱情好失望，我而家唔要可乐啦。我决定喺意大利揾一个好似 Touch Cabana 咁样嘅男仔，然之后就揾可伯帮我做园丁喺度剪下树啊，帮我收下衫啊，打理下我嘅湖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将会住的 Airbnb。 今次 book 了这间 Airbnb 价钱相宜，它还在湖旁边，所以望着整个湖景非常之靓，而且它还有很大的花园。如果我香港那间屋都有这么大的花园，我就日日跟我的狗在这里跑了。有卖展啊，这里这么多草，个花园这么大，阿珍的别墅啊。哇，有种古色古香的味道啊。天花板好像有很多年历史，我都开开啲窗先。呢个系要点蜡烛嘅？哇，呢个楼梯其实都好窄。个楼底都几矮。落去都有啲得人惊嘅，好窄。唔怕鬼，但都觉得个顶落好得人惊，我宁愿瞓 sofa 啦。哇！你哋一齐执咯。一落机嘅我哋一啲都唔偷懒，即刻 unpack 箧入面好多条裙。我哋谂住烫定先咧，到时影相嘅时候咧就唔使咁狼狈啦。我今年系唔小心都买咗好多条裙，咁呢啲系我影相同埋婚礼都会着嘅。依家我唔想俾你哋睇得咁清楚，因为要留翻啲神秘感。嚟到意大利望住呢个景，都好难唔谂一谂，系咪系时候要离开香港，带晒成家，带埋啲狗嚟呢度生活咧？你睇呢度连做狗都开心啲咯。看住啦，我识用意大利文啊 ，seduta， good girl， so happy， 嘟嘟嘟嘟，终于一落机冲咗凉啦，舒服晒，依家就出去食饭啦。
呢度咧好耐都係未天黑，而家係八點，但個天都仲係好光。Another day, another OOTD。後面就係我老公啦，然之後咧我就著咗件連身褲啦，咁一嘢笠落去就已經搞掂啦。係 Urban Outfitters 鞋咧就係 Kate。叮。在我 get ready 的时候跟大家交代一下发生什么事。这个 honeymoon trip 头几天其实我们主要是用来拍 pre-wedding 的。那我就在网上买了这一条 Kate 的闪闪裙，真人是很闪很漂亮的。那因为 Jean 除了一个化妆师之外，他对摄影都是有一份热诚的。那我就 insist 要不停帮我拍私影。阿 Jean 来紧还打算发掘一下他影相的潜能。他的 IG 叫 On My Mind By You。如果大家有兴趣找人影相拍一些私影照，不妨都可以看看阿 Jean 的 style 合不合你的口味。今次拍 pre-wedding 他真的帮了我很大忙，所以真的要帮他来个植入式的广告。哇 BTS Hello，我哋今日去呢一個 Real Villa Stay， apparently 係 Lake Como 其中一個好靚好貴嘅酒店嗰個地方食個 brunch， 順便有呢個 On My Mind By You 攝影師幫我哋影相 ，capture 一個美好嘅回憶。又想靚嘅話，你就可以有 Wish Makeup Boy 化妝，跟住又可以有 On My Mind By You 幫你影相，都係同一個人，一 tick 過一手包辦，乜嘢都可以搞掂曬。好熱，好曬，好曬啊！檸檬啊，嗱，咩檸檬樹？哇！你睇嗰度有個 pool 喎，喺一個湖邊嗰度一路浸一路遊。Oh my god， 一二三，三二啊！你个死八婆，继续拖佢个手，你抌低你老婆，你竟然你个贱人！啊 ，come on 嚟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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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哋食完个 brunch， 影完一大堆相之后，已经好攰啦。好啦，谂住翻到屋企就可以嬉戏下、玩耍、玩下水咁啦。現在 Jean 咧就帶我哋去參觀呢個天體育，有一大班大怪喺度裸體游水。呢個咧就係我哋呢個酒店嘅後門，唔係酒店嚟嘅，即係 Airbnb 啦。咁啊，直接可以落到去，哇！哎、有幾正喎，真係，哇，好靚喎！好靓啊！点解好似我个样咁样噶？咁靓噶！好攰啊！妈嘢，其实已经就嚟死咁啦，影咗几个钟咋？睇下佢个样，得影咗我哋食咗一个好靓嘅 fine dine 先影相噶。佢都已经咁样啦，想煎巴佢啊！我不會俾呢個機會放過佢嘅。但我真的很羨慕呢只狗，我必須要將我啲狗帶嚟呢度，跟住我就住喺間屋度，每一日一放佢哋出嚟咧就游水。我想問 Lake Como 有冇冬天嘅？梗係有啦，點玩嘢？冬天好差凍啊！依家換翻啲舒服街坊裝踎下，望下個海景先。可以喺度咁樣下。呢、啊這個位置，呢、這個門。其實你真的可以下去遊，你這條泳褲來的嘛，你直接脫衣服下去就可以了。我會幫你打格仔的。哇，老公，二三，哇，今天拍照，下午的船長，是的，現在算是第二架，是現在來的，我
都是呢架。因為佢六點做三門嘅啦，所以佢個船咧六點做。阿 Jean 好積極咁樣周圍收買呢度啲人，無啦啦喺唔知邊度又識咗個船長翻嚟，又話請人飲啤酒，請人食薯片，跟住之後就話聽朝咧就會載我哋去唔知邊度影婚紗相。唉，今鋪真係好彩有阿 Jean 啊！如果唔係佢，我真係唔會咁大動力影。我依家影咗少少，我已經覺得啊好攰啊！我成個心裏面都係覺得得啦，夠啦。影完啦，有啦，够啦。睇住啊，要影摊喺嗰度啦。点知咧，翻到屋企，阿 Jean 又叫我换另外一条婚纱裙。喺日落之前，我哋又要再影，又影，影咗全日，由朝影到黑。其实我想讲，影婚纱相真系一啲都唔好玩，真系唔想再影，够啦。我好 appreciate 噶，如果唔系佢逼，十年后睇翻都一定会多谢佢啦。因为话哇好彩，当时阿 Jean 逼我啫，如果唔系都冇咁多靓相啊。中间分腰。你四足眼光，系啊，望出去都几靓。望另一边，系。Hello， 会唔会啊？影咗成日啦，晒干晒，睇下个靓风景啦，我哋。哇！出嚟睇下呢度先。好啦，琴日全日已经影咗几剂啦，跟住今日一瞓醒又影啦。早晨啊，我哋今日就是正式影婚纱相啊。其实琴日嗰个只不过是一个预习嚟嘅啫，今日咧就系真系个真正嗰个摄影师啦，亦都系真正 officially。真係嚟 Emma， too much information， 好攰，因為通常第一日是最辛苦的啦，女仔大家都知啦，所以天氣預告就話今日會 very likely 落雨，我已經 feel 到好唔想型啊，我滿滿嘅負能量啊今日，我諗下我啲鞋白色，跟住啲裙索曬啲黑水啊、泥水啊、雨水撈埋一齊，都幾灰咯。其實我冇諗過我今日嘅 situation 係咁樣。咁我而家開始化妝先啦，因為阿 Jean 咧又話要咩都話，阿 Jean 話啦，阿 Jean 話咧要好早出去啊。所以又要話咩極速化妝嘅樣嘅人真係。哇咩啫？今次冇阿 Jean 啊，我哋真係。我哋真系唔会影得成啊！我而家开始化妆啦，因为佢每分每秒都吹到我癫咗。你睇下我个 makeup。So， 你老婆几靓？系咪最靓啊？哇！終於肯贊啦，終於肯贊啦！啊，呢個專業嘅攝影師，佢哋影緊嘅時候，我帶大家遊下花園。話說咧，1600年嘅時候，有個西班牙嘅公主就喺度起一個城堡仔啦。1900年就俾人哋改建咗，分拆咗做20個 apartment 啊！睇下呢度好大個私人草地，好靚啦！咁啊，哇！啲狗啊，成咁喺度跑步，真係會超開心啦！咁呢個後門去邊咧？就係、是、直接可以落去個湖度啊！琴日就喺呢度游水啊！直接落個湖度游水，好正，幾正啊！呢個 Airbnb，
其實依家先係真正嘅開始，我依家真係揾我事前 book 咗嘅意大利攝影師影相啦。不過嗰日都算好彩 ，turn out 都冇乜落雨。我想大家看到这里都不想再看我拍照了，我收了照之后就会在 IG 跟大家分享我的成品。至于你问我 recommend 这个摄影师呢，我觉得 OK 的，他拍的照片是挺有质感，是挺漂亮的。但因为我们事前呢就有一点 miscommunication， 约了拍5个钟，跟着后来又改了做3个钟。即是我觉得你没可能答应人家的东西，然后你又做不到，你答应人家人家才 confirm 了。对，我都觉得。所以我覺得影相嘅過程有啲趕啦，所以如果大家 book 佢嘅咧，就要小心啲留意住啲時間。但係佢都係一個有美感嘅攝影師嚟嘅。好啦，咁今集就差唔多啦。今次咧就分享咗我意大利 honeymoon trip 嘅頭2-3日，不斷喺度影相。咁但係我哋真係影曬噶啦。下一集咧，我哋就會有一啲好精彩嘅行程。咁我哋意大利 honeymoon vlog 下一集見啦。好多謝大家今次收睇，我會好快見到你哋噶啦。Bye。没有，没有。很开心噶啦，阿伟识游啦。系啊，系啊，系啊。阿伟识游啦，佢真最叻啦。